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呢，最近就是开学的时候，所以我在教大家怎么绑带。OK， 首先呢，那个带是这样的嘛，然后你看到一个厚、一个短、一个细的嘛，我们就这样的放。OK， 两个要不对称啊。OK， 不会 balance。OK， 这个世界上是不会公平的，一定要一个长一个短的。OK， 就好像我们的手指这样。OK， 首先呢，把这个长的盖在那个短的前面。OK， 就有这个 X 的形状嘛 ，X-Man。OK， 然后这个呢，你就跟它压着它。OK， 压着它，然后这个就这样子转进来。转来后面的时候，然后这里长长的嘛，然后你看到这里有个洞没有，这样子给它放进来 OK 这样子你就可以看那个 Y 的形状了，看那个 Y 的形状了，然后这个再做了一次，这个呢来前面打横 U 来后面，来到后面呢又有这个洞了，又跟它转进来，这次转进来的时候，因为之前我们做了一次嘛，所以它这里一个洞了，我再塞进去前面这一洞跟它塞是吗？塞 ，OK， 拉紧就是了。大家，领带的形状有没有看到领带的形状 ？OK， 现在给它拉上来。Oh my god， 大家 ，OK， 这里要长了不要紧，我们给它塞在后面就看不到了。OK， very good， thank you。